中秋节将至，9月16日香港前艺人兼美容专家张玉山开设的美容中心特地发起活动，为长者送温暖。刚刚结束马来西亚草蜢森巴大战演唱会的蔡依智忙里偷闲现身登台，大玩游戏逗长辈开心。不过结束了活动，草蜢又将赴美国再度开唱，让蔡依智大叹对不起家人。今年真的很有点可惜，不能跟家人一起过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想可能会在飞机上面吧，所以但是家人也知道的，所以他们也很支持跟体谅我，所以就留到我回来才跟他们吃饭吧。对重视家庭的蔡依智而言，天后王菲与李亚鹏离婚一事惹来的娱乐圈无真爱说法，也让她相当无奈。与妻子结婚多年的蔡依智坦言，爱情不需要努力，更需要天意。不能这样说，娱乐圈的爱情比较困难。我觉得其实爱情是很多是一些天意来的，也需要人的努力，所以很各方面要配合得很好，才有一个很永远的一个爱情。除了工作之外呢，尽量把时间都跟家人一起分享了，那个就是我的生活态度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